请注意看，这是武林风张勇对战泰国冠军的一场激烈比赛。这场赛事极具吸引力，泰国选手在15岁时便已在当地成名，而中方选手于高手林立的级别里成功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佩奇普法的打法极为刚硬，有着钻石这一绰号。至于那个在训练时不知疲倦，总是最后一个停下的张勇，可不仅仅只是小马达。现在得物换季活动百搭的情侣位，前200单只要39，多款潮流 T 恤低至12元，先到先得，包邮到家。提及这位来自泰国的佩奇普法，尽管才20出头的年纪，但他在拳坛的履历却已然相当丰富。早在其15岁之时，他就已在泰国拳坛初露锋芒，赢得了大量拳迷的欢呼。和许多泰国拳手一样，佩奇普法自幼便与拳击产生了联系。在那片十个男人九个打拳的地域，他依靠出众的天赋以及不懈的努力，成为了泰国拳坛一颗闪耀的新星。在拳台上，佩奇普法以硬闻名，他的右拳和右高扫角度奇诡，力量雄浑，令人心生畏惧。每一次出击都好似要将对手直接击倒在地，这种与对手硬刚的打法让佩奇普法在拳坛别具一格，颇有一番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的气势。也正因如此，他获得了钻石这一称号，这不但是对他实力的肯定，更是对他强硬风格的夸赞。小马达张勇同样是在拳台上崛起的新锐，张勇自幼就和武林风结下了缘分。这位小马达的父亲是武林风的拥趸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张勇常常观看武林风赛事，再加上张勇自幼体弱多病，其父母就让张勇学习武术套路，直至转为职业运动员。然而张勇的格斗征程并非一路坦途，在2019年获得全国自由搏击冠军后，疫情期间张勇和父母就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产生了冲突，最终在弟弟的协调下，张勇终究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张勇表示一定要打出成绩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小马达的梦想就是夺得一条武林风世界级金腰带，踏上拳台对于张勇而言意味着坚持，意味着梦想，意味着实现自我。最终张勇激战3个回合成功赢下了这场比赛，恭喜张勇。